你们要做的任务呢，就是站在指定区域，然后接住八根仙女棒。你的手跟你的脑子好像不在一个频道上。王爷优秀，你来试试。还有谁要挑战？ 我要去挑战一个绕口令。各位 vocal 这边是什么啊？这边是小蛮腰，要不你去试试。各位小姐姐们，这里考核身材管理，最近有没有松懈呀？通过腰围标尺，赶快解锁你的小蛮腰，健康的美感，这可是舞台上抓人眼球的绝招哟。我觉得我参加那个，我肯定能过，因为我腰围只有55，我可以。我想看一下那个田金凡小朋友。 我叫田金凡，我今年18岁，身高1米60，体重55公斤。我是吸收日月精华长大的，所以我的长相和身材一般，但是饭量绝了。田金凡，第一杆35，哦，so easy。 田金凡挑战26厘米，通过。哈哈哈哈哈！田金凡，你真过不了啊，这个宝贝儿，你可以的。 24厘米，加油！你可以。
最后一个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好吃啊！好吃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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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最美小蛮腰，小蛮腰的标准就是小蛮腰，18.5。看看，这才是货真价实真材实料，真的有果粒，超级美丽的小蛮腰。轻松游园是梦幻城堡的见面礼，创造营之旅。正式开启。因为我上一次来的时候，很多实力强的，很想知道就是现在的实力到底是什么样的。今年有挺多海外出过道的，是吗？有好多出过道的。这个女孩曾经是海外女团酷酷蛋的成员，那应该还挺有实力的。还有马来西亚来的，看见没有？还是原创的，应该是你喜欢的类型。哎，有一个俄罗斯女孩，拉娜，也是出道了，我觉得应该有个人特色的。看后边有个乐队，然后鼓手是，我感觉还挺厉害的。有个女孩是中日混血，而且加入了小氏家族，哎，还有很多艺考第一呢。这么看的话，其实今年的学员水平和整体实力，我觉得还是可以的。所以接下来就看我们教练团的了，来 ，OK， 加油，加油。有请创造营2020教练团，黄子韬、鹿晗、毛不易、宋茜，发布主题曲，你最最最重要。